彰化鹿港中山路万头攒动，从天后宫绵延而来的人潮塞满街道，盛况空前。因为这一天，来自桃园龙德宫的司妈祖以及虎尾福安宫的唐厂妈祖同时抵达鹿港小镇。非常感谢妈祖公的赐温，因为两间宫的同时到来，和鹿港的这个金牛旗开启了一个序幕高潮。原来龙德宫的司马祖还有福安宫的唐厂妈祖最近都有进香活动，一南一北路线不同，中途住驾的宫庙也不相同，但是13号这一天却不约而同的来到了鹿港天后宫。信徒认为这就是妈祖冥冥之中做的决定，为了迎接，鹿港中山路两旁的商家特别准备鲜花素果，一片喜气洋洋。西妈祖这个沿途的脚步让每一个信众都很坚定，那我想这是一个很好的这个宗教的体验，我相信天前会带给我们台湾更好的力量。两大妈祖进香为台湾祈福，参加信众人数一年比一年多，庞大的进香团入住鹿港，周四一早将继续启程回銮至下一个目的地。记者陈胜伟彰化报道。